心甘如饴啊，很好，都是这样。几十年从来没有改变，什么样的案件他就去跟那些官员，打到真的是血泪婆婆血流，可是呢，从来没有退却初发心，从未改变。但是他一段时间，哦，像现在他住在加拿大，一段时间回来，然后呢，还是会老样子，一年大概找我个一次，然后吐吐口水。 有一年来了，就在讲哦，怎么样怎么样？哦，他去哪里？怎样怎样？哦，我在会场上跟他们讲啊，我是探灯探料，我懂你不探灯探料，你探水小。他跟我讲，他希望从事环境运动者是有钱的人的，希望王永庆捐一个儿子出来做这个东西，希望谁？ 那当然，这所谓的希望只是说，在某种情境之下，人的某一种感慨，你不能够把他的话拿来当做所谓的他这个人是怎么样想。那我们的教育里面呢，却训练我们形成听话，只听那一种字面上的话，而无法去抓住整个那个内在那个mind的运作的精义是什么。 所以人跟人之间很容易产生误解、误会，啊，变作一句话，三百六十个棱角，角角伤人。然后大家重视的啊，靠老干呢，不是讲靠老干呐，靠修养哎，那种修养变作啥？去修外口的这样角，不是修内底的心嘛。你也当看一种所谓的西魏的文化，跟我们。 昨天在强调的裸真的赤诚的禅宗的文化，那不一样。禅宗是在乎内在那一个真诚，那个整个 mind 的一个裸真，那跟那种官场文化、跟社会的形式文化恰好形成一个对比。各位朋友，我们希望你们来这里，你可以感受到，你真的就像刚才讲的。 那个每一个字，每一个标准符号，我是改过几次。但是你们现在拿到了几千张图片，你会看到什么？啊，这不是啊，这不是啊，这不是啊。我嘛是知影，啊，我那也安尼，而且气人计小的这些，啊，你若要计较恁，就讲啊，这戆嘛。我还是相信。 教育就是五谷杂粮，一撒就不二生才贵，总是会有慧眼，有那种慧根的人出现，还有办法穷理就实。所以，在这个营队里面，本来我是希望说，我连这种格局打开等等的都不要讲，当然，很显然，我是觉得我的氛围功力太差。 无华呢，啊，有效的，其实这有效没效也很难说啦，啊，只是当我开始产生得失心的时候，我就会不好。一点点得失心的时候，就是会讲出来，真的无挂无碍，就不会有这些话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在现在全面的社会习气之下，我认为。 还有一类方式，就像还是要提醒，而无关有没有得失，因为你不讲，你不教，就像教育者，你没有那种宏基，适才适教，在适当的时候表达适当的引导的话，不可能。教育本质当然是种子一撒，日行发芽茁壮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你生长，不可怜。 反正现在人都差不多了，我不用再讲笑话了嘿。刚才不是笑话嘿。